家可以参加。一号家传军事原则，是吧？重庆，他呢？有天早上我就不能说下去了。
我就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放假后才见面啊，我就做梦我就梦见他了，我就哇哎呀耶耶，结果他那天就回来了，回来了跟我说考完了，但是成绩没拿到就跑了。当然后来回去说被你们导师骂了。回来过后呢，这那个时候北京到重庆还没有特快，只是直快是189，那个要坐很久。我知道在火车上一般都是啃方便面，所以他见到他过后呢，那把行李一放下，脸都没洗一个，就拉到我们那楼下去吃饭。就叫的水煮牛，还叫了一个汤。完了呢，那个时候谈恋爱不是老公啊，我就坐在他对面，我就看着他吃。没封住他就。他就是那前5分钟10分钟头都不会抬。哎呀，你就在想啊，他那信上啊写的这么情意绵绵的啊，那个红印上啊写的诗啊又这么浪漫。哎呦，好像人家其实爱的是那摊麻辣牛肉。当然啊，就是心里其实没吃醋啊，但是那个好像有个弦就被拨动了。哎，那个时候真是没出息啊，就决定为他洗衣做饭。哎呀。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要给大家道歉啊，我们发奖的时候呢，我们把最大的奖项给发错了，我们决定把它欠下来。是哈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